大家好，我是翟神父。大家都知道我在中国大陆长大，在我小的时候呢，教堂都关了，好多教友渴望参加弥撒，渴望领到圣体，但是没有机会。他们等了那么多年，最后终于神父从监狱之中放出来，他们可以再一次参加弥撒，再一次领圣体。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有多么的激动，有多么的喜乐，每个人都掉下了喜乐的眼泪。那现在我们在美国，很多人失去了对圣体的性德，失去了对圣体的爱啊，所以美国主教团开展了为期3年的圣体复兴运动啊，特别我们总教区呢将会在2023年6月10日举行圣体复兴大会。这是一个我们总教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大会，所以我邀请大家都来参加。在这个大会之中，你一定会体验到耶稣基督在圣体圣之中对我们的爱，他的临在。所以我特别的邀请大家来体验耶稣基督圣体圣之中的临在。这个大会将会在2023年6月10日举行，欢迎你来体验耶稣基督对你的大爱。谢谢。我们的总教区呢将于2023年举行圣体复兴大会，所以我现在呢邀请大家都来参加，来体验到天主在圣体圣事之中的爱，耶稣基督在圣体圣事之中的临在。我欢迎大家来参加。